年轻时的卡米拉如此美丽，难怪查尔斯王子会喜欢。老照片见证玄机，卡米拉现英国王室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殿下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2005年4月9日以公证结婚方式所迎娶的第二任妻子。这位名媛年轻时的容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也是漂亮可爱。卡米拉和富少鲁珀特汉布罗1965年，18岁的卡米拉已初入社交界的名媛身份，亮相盛大的成人礼舞会。她天生的金色全发，高高的鼻梁，半透明的英国玫瑰色的皮肤，周身浓都照着一种达官的令人舒适的光环，顺利捕获了银行世家富少鲁珀特汉布罗。卡米拉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情缘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，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，加之卡米拉身上有着一种自由的气息，都令查尔斯王子倾心不已。又是卡米拉妈妈，左是卡米拉，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结婚后依旧放不下卡米拉，查尔斯则表示原因只有两个字：舒服。卡米拉和查尔斯或许是最好的灵魂伴侣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从婚姻关系角度出发，因为爱情而更适合在一起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